大家好，这个就是铺设四代机器人的轨道啊。现在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铺这个直线如何铺。这个轨道你看它是有两层，第一层这是一个磁轨，这是一张纸，贴的时候要把这张纸把它揭掉，就这样揭掉，往地上铺。好，你大家看怎么铺啊。很简单，揭掉之后往下铺就可以了。好，就这样铺。铺的时候把这张纸揭掉，这样就不用拉，然后这样就是铺直线的时候，铺设直线的时候全部这样铺设就可以了。